领导，现在开始赌球啊！你要猜准在哪个碗里，我输10块钱给你。你快点行不行？干正事的时候你就给我挠痒痒。来，开始了，挠完没？快点，好，准备哈，好，看着哈，你要猜错了我就输10块钱，好不好？来说话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。哎，在这手里边是不是？把这碗扣上，把这个球扣这里边，看好了哈，转一下，在哪里边？好，走，坐下，看，还不准耍赖，坐下，哎，坐，快，好，准备开球啊，有没有？在这里，你输了哈，输10块给我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始，然后再看哈，看好了，哎，好，这球拿起来，放这手里，看，放这手里，对不对？把这碗扣上，把这碗扣上一个，好，现在猜在哪个里边？哦，你又错了，你是赌场老手，你以为猜这个就能猜准了是不是？在这儿呢，你输了哈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又开始挠痒痒，输急了，输痒痒了啊，输得难受身上是不是？来，快点，完事儿了啊，来坐下，不准起，坐，快，坐下，咱们好好玩啊，不是耍赖的啊，这会再输了，你就全部给我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好，来看好了哈，你得盯住了啊！你把这扣上一个，好，在哪里呢？这么猜？哎呀，在这里。对了，这回我是送一个给你的，送个钱给你，看你输光了快，你有输没有？有没有输？好，再看一把哈，看手里没有啊？看，放这手里吧，对不对？看好了啊，放这手里，对不对？看到，扣，把这碗扣上了，球扣这里。再猜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！啊，这才是没有，你又输了，你不准耍赖，好，坐，好好玩啊，坐下，不准耍赖，好，坐下，快点去，坐，好了，坐下，快点，坐下，好狗听话，来，坐下，啊，开始，坐下，你看着哈，好，你不坐，一开始啊，哎，在这个手里边看，扣上一个，再扣一个，转一下，在哪个碗里边？好了，你赢，哎呀，说我给你10块钱。